家好，欢迎来到 Dr. Fish 频道。刚好呢，今天我们的孵化场呢要对种鱼进行检查，所以我今天会带大家来看我们怎么去工作，走吧。OK， 好，现在进入我们的孵化场，但是在进入孵化场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换特定的那个水鞋进去，然后再消毒，消毒后呢才可以进去孵化场里面。因为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要管控这个 biosecurity， 避免呢我们有可能性啊，在我们搬的鞋子来说，会有带有一些病害进到养殖场里面所以说这个环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走。首先要把特定的水鞋换好了之后呢，再消毒剂进行对手进行消毒，消毒完后我们呢要进入之前呢就必须要踩过这个地方呢来去进行对鞋底的消毒。 OK， 好， OK，现在呢来带大家看呢，这就是我们的种鱼池，是专门来去饲养这些公鱼跟母鱼的。这样子呢，那一池呢，第一池呢说就是专门养公鱼的，第二池来说就是专门养母鱼的。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种鱼，里面有宝石炉，还有红螺飞。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这个 RS 系统里面呢养出来的鱼呢是非常好的，你可以看得到水质是非常非常清澈的，所以只有透过这样子的系统呢才可以确保我们的鱼成长到非常的健康，非常的稳定有好的质量。现在呢，我们开始呢要把鱼池里面的每一条鱼拿出来，然后再称重量。这样我在为了说方便工作来仔细检查来说呢，我们就会将鱼放进这个桶里面。在这个桶呢，我们就会放这个MS 嘟嘟嘟，是一种迷药来的，让它去进行镇定，然后呢它就会整个进入比较昏迷的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它接下来对它进行一些检查的工作。OK。
OK， 好。这个要放松一点哦。现在呢，我们就把那个种鱼呢，母的种鱼就放进这个盆里面，然后进行昏迷镇定 ，OK。之后呢，我就会用这一个扫描仪，用这个扫描仪来去将这个扫描它身上的芯片，来去看它到底是哪一条鱼。大家也看得到啊，这个就是他身份证号码。好，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知道他到底是谁。啊，每一条呢种鱼都有了，然后我们知道他是谁之后呢，然后就他对他的身体进行检查，看有没有病，还是有什么问题，还是已经成熟了没有？是不是时候可以进行交配了？包括我们会称重。这样子我们就会按照鱼的重量来说进行给它调配一些特殊的营养，让它来去成长得更加快。第二来说呢，让它的那一个生殖器官或者是内部的一些生殖机能呢会更加成熟一点，然后呢我们再拿它去进行孵蛋受精，然后去孵化出这些鱼苗出来。OK， 你可以看得到啊，这个鱼呢已经开始，好，已经睡觉了，已经昏迷了。你看 ，OK， 我们透过来去看一下它的身体，它还不是完全昏迷啊，只是说比较有一点麻醉的状态这样子。OK， 那我们就透过来去检查了身体的那个状态啊，完全是非常漂亮的。然后进行扫描，就称它重量。938。没有你 ，OK， 好，检查完毕了之后呢？OK， 我们就把它放回进去，放进淡水之后呢，它就会自然苏醒了。OK。抓鱼不小心给鱼弹到眼睛，哎呀，幸好没有中眼珠，这样帅啊！谁要找女朋友可以找他啊。接下来看喽 ，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鱼。到底有什么问题吗？左边没有问题，右边没有问题，然后就来看它的那个成熟状态。现在呢，呈现呢比较偏淡色啊，就代表着它还没有到。它里面的卵呢还没有成熟，所以说还不适合来去做这个孵化，还不能产卵。1.88。
这个就新成熟了，你看有新成熟了，来来啊，来重新拍过来，对吧？来扫描一下这个鱼啊， OK， 身体啊没有什么状况啊， OK， 你可以看得到这里不一样，是不是特别红啊？这样代表着呢，这条鱼已经开始成熟了。像这个时候呢，是差不多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放进去种鱼池里面，交配池里面，让它进行交配了。OK， 好。点八八六。